车要开了，路到了尽头。这次我们的制作就是一套非常之成本低但是制作严谨的影片，咁影片自然我哋都会有一啲比较比较好睇、比较感动嘅情节。如果你有请女主角出嚟讲，嗨，九 M， 你好，感觉如何？现在等一下你要做女主角了，在想象着自己，真的是在寻找着我的男朋友了。OK， 就是还是会很怀念他，还是会有很多的为什么他会离开我，可是我还是要去。咁我哋好榮幸邀請到我哋呢個全部咧最 top 嘅助理之一，嚟睇佢幾 pro 嘅表演。我哋去睇睇佢先。佢原本都係一個名模嚟嘅。呢次嘅主題係女士嘅意義。可唔可以慶祝我哋嘅炮哥？炮哥，我炮哥。咁就希望今日拍攝成功啦。好，非常之肯定會成功，我覺得係。好嘅，大家俾個耶，一齊耶，一二三，耶！单车要开了，路到了尽头，回头是我永留心口的人。多谢今日大家一齐喺度帮手拍摄呢个女士追击嘅视频。甚至乎電影式的外拍都可以咁講啦，多謝大家啦，多謝啊，做緊嗰度，多謝紫薇有義務幫手攞翻工班啦，同埋一切所有打打雜雜嘅嘢都冇問題。多謝 Kenneth 啊，呢個電影級嘅大師級導演人馬，露一露面，哇，好靚仔啊，終於有一塊露面咗。多謝阿 Steven 兄啊，同埋阿紫薇小姐，我哋今次嘅。成功，好成功，非常成功。我哋群嘅繼續陸續有嚟，各位千祈唔好行開，唔好轉台，唔好諗住去第二度。睇我哋㗎啦，我睇緊都唔緊。哎，九 S 小姐怎么样呢？今天拍摄辛苦吗？不辛苦。今天跟这班超级士兵团合作，感觉如何？对啊，很自然。你觉得很愉快啦？很舒服的感觉。其实就是第一次嘛。就觉得好像不知道要给什么样的表情，这样子是很开心哦。虽然那至少可能是被比较熟了的。OK， 谢谢你啊。拜拜，这位主拜。哎，喺我哋拍摄嘅时候，我哋已经遇到另外一种人马好强，好多人啊。哇，好多人啊！睇我哋嘅人马单薄。得做揾一位，但系做揾一个已经可以顶晒七个。但系我哋系专业嘅，因为你睇下对面咁多摄影师对一个点样影。最重要系我已经包咗成个 KPM 呢一个位置，不光系我哋，所以系绝对过唔到你。你呢啲就系我哋大公司大制作小食嘅低高利润嘅一个制作方法。哎，左边小姐，左边小姐，过来，来，没影。哎，听说你有整容啊，是不是真的？听说你有整容啊，是不是？可以发表些意见吗？听说你写一点绯闻呢，是不是真的？没，我根本没。你听下宝贵啊，你。那你整容，你是不是有整过容？喂，你喂贵。我哋左边小姐不会发表任何意见嘅。听说你好像是结婚了啊？我根本是绝对没根本是没。是不是有这回事啊？你是结婚过啊？没有左边，发表一下啦！你不是结婚了？左边，左边，发表一下可以吗？左边，发表一下可以吗？